伤透你脸颊。不愧是东华的徒弟，这话说的就是硬气。可你到底是来求人的，还是来砸场子的？这里不是你们仙界，我幽冥界有幽冥界的规矩，就算你师父来见幽冥王也得遵守，更何况是你。大泽山古镜见过修炎楼主。我与你师尊有过交情，这礼我也受得起。这位林君的内丹竟如此残破，换寻常仙君早已殒命，可他外表看起来却并无大意，真是奇怪。这修炎楼主到底是什么来历？怕是他的灵力已经接近半神，此等人物为何从未在三界中扬名？小姑娘，你对我的胃口要不要留在幽冥界？如果愿意的话，我保你活千岁万岁，享一辈子福。哎，你做什么？阿英在为他输送灵力，不可！现在若为外力打断，恐损阿英性命。阿英，他把灵力还给我了。小姑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但无功不受禄，如此珍贵的东西还是用在别处吧。休想，我们是不会拿此换令牌的。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单纯对这小女君感兴趣。这样吧，我这有个棘手的差事可以交给你们。我幽冥界的三生石失踪落入了人间，如果你们可以把它寻回，便可以来我这里换一枚特等幽冥王会客令。但如若无法寻回，我便不想在幽冥界再见到诸位。三生石，阁下可有线索？这人界这么大，没有线索我们去哪儿找啊？是啊，阁下不愿回答问题无妨，阁下定有自己的理由。放心，我们会把三生石带回来的。去哪儿找弟妹交流？先走，听我的，先走。
萧炎，你为什么放他们走？这万年来，我寻遍三界都没有找到一只水凝兽。今天他主动送上门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我这内丹已残破万年，岂是一只小小水凝兽能修复的？ 你将我留在身边，以示逆天之举，不要再去夺取人家的灵力了。水凝兽如果失去灵力，是会折寿的。如果为了救我，就白白送人家的命，也太不公平了。不要再勉强了，你就让我消融吧。这水凝兽是蕴养你内丹的唯一办法。我今天以你的意放他们走，但只要他们要封印的仙元，就必会再来。 到时候，你不要再插手。这么大的人界，要上哪儿去找三生石啊？我早就看出来这修炎不是诚意帮我的，不过好在。 我早有准备。这是我在离开幽冥界时搜集的一些三生石散落的灵力，在城南。阿静，你这小脑袋瓜开始变聪明了吗？没大没小的，什么叫开始变聪明？ 一直都很聪明，怎么？阿英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哈！哎，阿秋，阿英，马车跟画板里一模一样，我一直都想坐这个。上车吧。 小心啊！哇！哎，你牵马去。我牵马？凭什么呀？就凭这是我买的。人家的规矩，谁付钱谁老大。 牵马的，怎么停车了？豆豆还输他吗，少爷？我从幽冥界收集的灵力太少了，只能指引到这儿。不过三生石应该在这附近吧？这破地方，哪里像有三生石的样子？ 哎，你用鹰眼石看看能不能化验手出来。来了，燕爽，这个鹰眼石果然好用。我正好领了人界令牌，为我父王在人界办点事情，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使用鹰眼石了。你此前说要去无极洞探寻，可有下落了？ 无极洞内什么都没有找到，哎，算了，不提此事了。你们是遇到什么事了吗？我们想让你帮忙找一下三生石。三生石。
找到了。怎么样？三生石被困在一个阵法当中，困住他的是一只蛟妖，就在前方的河渊里。去看看。龙神造福百姓，功德无量，愿将小女敬献龙神，愿龙神保佑村民风调雨顺。龙神啊龙神，小女阿修自请明日履约，嫁与龙神，只求龙神保佑百姓们今年有个好收成，乡亲们平安，不再遭受实在之苦。尔等表现深得我心，本师君不会在此久留，只许你们明日履约，我便不再为难你们。倘若有什么差池，我要可就不只是你了。这蛟妖竟妄想抢夺女子，我们得除掉此妖。等等，以这结界的强度，这蛟妖恐怕有万年的修行，我们现在不能用仙术，也不能用妖法，恐怕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法阵中似乎还有一盏九龙纳灵灯，三生石和这盏灯的能量结合起来，这蛟妖的力量已经足够半神了。半神，难怪这结界如此强大。这样，明日等到蛟妖打开结界想把那小女带走的时候，我穿着天梭衣混进去，找到阵眼之后关掉结界，你们再趁机下来，我们合力使出五行阵法将其击杀，再带出三生石。至于仙法，我去找土地公登记，或许可行。好，那就由我来假扮阿秀，引他现身。不可，阿姨，你的灵力最微弱，还是我来。就是因为我是我们几个当中灵力最弱的，所以我来扮人族，才不会被他发现。好，那便如此。放心，我会护好你的周全。龙神，龙神，我等来给您献上祭品。请龙神笑纳。没事吧？那骄傲呢？他取酒去了，还没有回来。三生石呢？看到下落了吗？我找了一圈，没有发现。这个龙头雕塑在这里，倒是显得特别突兀。他可能做梦都想变成龙。没那么简单。看来此处便是阵眼，破阵眼便能破结界，拿到三生石。早就听闻龙神大人威力不凡，今日一见，果然百闻不如一见。小丫头，
人不大，嘴倒挺甜。怎么，嫁给我，不害怕吗？你能嫁给神仙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既然如此，就先喝一杯吧。龙神，请。低阶小仙的身份吗？这万年来为了练就化龙之法，不知跟多少捉妖师交过手，区区小伎俩敢闯我洞府，可笑。你既是蛟妖，也可靠修炼成功晋升，为何非要逆天成龙？如果渡劫失败，你难道不会觉得可惜吗？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少嘛。九自古以来，屈居于龙之下，无论如何努力，始终无法跨过血脉这道门槛。我要化龙，我要让神界看到我的存在。可你为了化龙，伤害无辜的人类，神界是不会接受你的。不如立刻悔改，依靠修炼成神。我等不得了。天助我也！有了你内丹，天劫之日，我便又多了一线生机。
就用你们俩的灵力来助我今生。刚才我用主仆器感应你，为何感应不到？可能是因为灵灯法阵。不对，主仆器好像真的解了。啊！我试试。好像真的解了，我再试一下。你不用试了，是真的解了，我感受得到。为何？因为阿姨，燕爽，你们还好吧？阿九，我跟阿静都没事。阿姨，我都说了没事了，担心死我了。
糟了，三生石。三生石被我捡到了，反而好无损。哦，对了，阿燕，你方才想跟我说什么？因为什么？你受伤了？你刚才为什么不说？还等吗？行了行了，天都快亮了，赶紧回客栈休息吧。走，阿英，佳云在你。我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。今日空闲，正好得友人相赠的雪山古茗，不知可否寻君共饮一盏？金幽谷，恭候。我凭借着金幽谷鼎盛的妖气，都无法压制噬神花，这东西着实可怖。组织所创，你如何出得来？这还得谢谢你那宝贝侄啊，要不是他，本尊还得再费些心力。弘毅，莫非你引得弘毅入了九渊，再附着在他身上离开？不对，这是神花，是为了夺弘毅的身体。不错，两百年过去了，你倒还算得上机敏。你休要打我侄儿的主意。金鳞，两百年了，你还不知悔悟？这噬神花再度现世，杀戮必将不断。你我私怨事小，三界安危事大，你纵要寻仇，今日便可了结你我恩怨，莫要在兴风作浪，引我同族生灵涂炭。既然你们这般厌弃我，我就让这三界与我共入魔道。我们的恩怨可没这么快就了结，你这副身体比那小狐狸有用多了。接下来我便用你这副身体，一点一点毁掉你所有爱的东西。你妄想！仙妖两界法力超然的仙君很多，很快就会发现魔的痕迹，李默也不会被你蒙蔽。哼，
就凭你们？至于林墨被蒙蔽与否，你都看不到。兴许他知道是我，会更开心呢。你休想！高贵，死亦如此。就算毁了我这身体，也不会让你卑劣的手段得逞。卑劣，这三界只有弱者才卑劣。这镇魂塔的灵力为何衰减得如此之快？镇魂塔的灵力是蕴养凤隐肉身的关键，但是我梧桐岛对此却束手无策，所以我想带整个梧桐岛求助二位长老。依我所见，似乎这是镇魂塔灵力耗尽的缘故，待我给擅长机关术的弟子看看便是。那凤鸣，先谢过二位仙长。不知凤鸣仙君深夜来我后山禁地何事？贤珠仙长，晚辈忧心镇魂塔一事辗转难眠，所以想出来透透气，才路过此地。可是这后山离客房可不近。凤鸣也是不想打扰到大家清修，所以特地选了一个僻静的地方。不曾想这里竟是大泽山的禁地，实属唐突了。灵火珠已换，镇魂塔已恢复如初，你可放心了。多谢仙长，晚辈告退了。之气没了，难怪凤鸣能够靠近仙脉。没有主仆气就是好，再也没有人能管我了。想什么呢？想那么入神？你怎么进房间也不敲门呢？我都敲了好几遍了，你没听见而已。嗯？你脸怎么那么红？嗯？又是因为主仆气？没有，主仆气已经解开了，我再也不会受主仆气的限制。解了？难道是因为娇药的阵法中？终于不用再被普庆继续劳役，跟着他找那个什么仙缘了。明天我们就去跟他告别，出发去找凌云山。明天既然有了线索，自然要当机立断。你猜我在逍遥洞中发现了什么？这是什么？打开看看。
山的稀土。没错，我之前在打泽山的古籍中看到过，凌云山的稀土受灵泉浸染，会有水凝兽特有的治愈灵力。之前你给我治伤的时候，就是这种灵力，我一看便知。只要能提取其中五行元素的特制成分，很快就能找到凌云山的位置。不过，这蛟妖也收藏着凌云山的泥土，说不定也在打着凌云山的主意。不知这三界中有多少人觊觎这块宝地，所以我们得抓紧时间了。能找到凌云山，我们就在那儿开建仙府，以后你就是有家的人了。以后我就是有家的人了。谢谢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明日我们去找古镜辞行。我答应了要帮他找火凤仙人，做人嘛要有始有终。那还不是因为主仆气你才不得不答应的。当初在九渊，你不是说要早日解开主仆气，恢复自由之身吗？原来阿英迫不及待要离开我，他只想跟阿九一起去找宁云山。阿静，我今天就辞行喽。阿英，你出来一下，我跟你聊几句。嗯。主簿气解了，你就那么开心，那么急着想走？主簿气解了，我当然开心了。不过，我答应过师尊会陪你找火凤仙缘的，所以……所以是因为对师尊的承诺吗？那就不必了。如今主簿气也解开了，承诺便不作数了。那你若是一个人，多危险啊！而且我……如果让阿金知道我的想法，会不会更不想我留下？你什么？我是你师妹嘛，怎么说？我若是走了，显得太不仗义了。师妹，那我岂不是跟贤善贤珠师兄没什么区别了？我果然比不得阿九。那就算了，我要是真的遇到危险，师兄们会保护我的。你去吧，明日我就不送行了。他只怕是视我如累赘，一解开主簿契，就着急想要赶我走。不送就不送，那就各自珍重吧。好啊。寿宴上的经过就是如此。原来遮天伞被华叔炼化了，怪不得天罡之气不再庇护我大泽山。事已至此，小师叔也无法，为了照顾华叔殿下的面子，只能称是自己将伞送给他的，算是还了他一个恩情。看来他们还是没有缘分啊。师兄，为今之计只有靠点燃九星灯来重塑护山大阵了。嗯，此事需你我二人协力护法七七四十九日才行。事不宜迟，明日便在这衍天殿中开启法阵。九星灯，这可是比遮天伞更厉害的护山法器。等九星灯点燃，再想靠近灵脉只能是妄想，绝不能让他们成功。贤竹师叔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两日不见，你这是在人间找了两年的书吗？啊，我确实是花费了一些时间，此事你不要对外人讲。
未来49天，我都不能再来看你。你一定要照顾好你自己，千万不要出这空间结界，否则，巡逻的仙差发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知道了，你每日如此辛苦，还要日日为我担心。只可恨，我是个凡人，而你是仙，我不能正大光明地和你在一起，照顾你，是我配不上你。不，是我让你受委屈了。那日救你之后，若我能立刻放手离开，带你过完这一生，重获自由自在的生活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不见天日。能与你相守，是我之幸。没有你的自由，有何快乐可言？竟将阳寿已尽的人间女子藏匿在仙界，定被天宫律法所不容。正好可借降法除去贤竹这个隐患，只怕你们没机会点燃九星灯了。